在拍戏之余，明星们常常会出席各种时尚活动，彰显一下自己的时尚品味，分享一下个人的时尚态度，还能够顺便放个风，简直是一举多得呀。昨天晚上，某奢侈品品牌在上海举办了活动，一众鲜花鲜肉李沁、吴磊、乔欣、纪凌尘等齐齐亮相，为活动助阵。为了迎合品牌当季的风格，各位男神女神都走起了不寻常之路啊，什么颜色显眼就穿什么，不过大家都很好看哦。好了好了，养眼之余呢，小酷也要问正经事儿了，就从乔欣开始吧。一直说舞美不合了，这事儿到底真还是假嘞？目前还不知道，我还没有接到确切的通知，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机会，我们五个人再有机会跟大家见面，其实还很好。对，对是。会啊，因为其实我也会关注很多博主，然后有写我们说我们是塑料姐妹花，其实有的时候会蛮生气的，因为可能我们并没有机会去跟每一个人去解释我们不是那样的，然后就有的时候会很难过，因为我们五个其实还蛮亲的，然后我就会截屏给小子子看，然后我说你看他们怎么那么说我们，然后我就说看他们这个说的是谁，这个说的是我们谁，但是杨子就我们两个就是没关系啊，就是我们好就可以了。是喽，自己觉得好最重要啦。不仅友情是这样，爱情也是这样的。最近因为综艺节目收获了不少迷妹的纪凌尘老师，昨天就在现场给大家上了一课，不要想着嫁给他，不现实，找个合适的最重要。我觉得你们与其等我，还不如再找一个就是自己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。那还怎么样了？全娱乐耿直 boy 没错了，上海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